Hello， 大家好嘛，系啊，而家同大家讲呢个菜咧，就系盐水菜。盐水菜嘅意思就系你唔使再炒啊，俾牛肉炒咁样噶啦，系就系用啲水煮佢。咁而家就喺嗰啲滚水嗰度，啲水滚啊，就落啲鸡粉啊、盐啊、糖啊咁呢三样啦，煮噶啦，咁样吓。兩斤雞粉啦，兩斤鹽啦，一斤糖，細斤啊，全部都係嚇咁樣滾就，仲有面層嗰啲就變少少油啦嚇，少少油喺度啦嚇，咁樣而家就俾啲菜落去啦，菜心嚟嘅呢啲。通常咧，你灼啲菜咧，俾少少油響上面，等啲菜靚啲好食啲啦。但不需要很多油的，滴几滴油都可以。这道菜已经是两扎的菜心，现在的菜心是比较贵，而且入面很多卤，即是不是那么容易买一扎很靓很靓的菜心，这只都不是很嫩的。都 OK 了，已经都有两扎在这里。咁啊，好啊，差唔多啦，而家上锅啦，几容易，因为佢本身有味落咗喺个汤嗰度咧，所以你上锅乜嘢都唔使备啊，咁食得噶啦，好容易噶，系咪啊？几容易啊？好啦，今日嘅视频到呢度为止啦，多谢晒，拜拜。